要求是，真的，他我已经跟那个美国研究所教授讲话了，他跟我说你就大学毕业之后来考，然后他说金钱不是问题啊。另外那个教授说，我那个时候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我们家根本就穷到没有钱的情况下，我到美国去，我只是买一张很便宜的船票，再加上我只是在美国工作赚学费，就这样子在美国念到博士班毕业。这样说金钱不是问题，最重要是我要读书的时候，这才是最大的动力。如果我很试着了解的话，就有可能成为非常知名的荣誉教授。他说，我跟他说我要成为荣誉教授。哎，hello。